大家好，我叫小明，今年四岁了，我来自四川，爸爸妈妈现在都不在了，学校里我会听老师的话，我每天都在努力的学习，将来成为一个杂技小明星。我的愿望就是上电视，让更多的叔叔阿姨看到我表演节目，叔叔阿姨都点个小红心。长身体，叔叔阿姨年年如意，中秋节快乐。我叫小明，今年四岁了。月月去，是吧？你们吃过了吗？吃完了别忘了给我点个小红心。I'm feeling great.